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一个神兽叫做鲲，由于其飞得极高，飞得极远，又飞得极稳，便登上了神舟十六号，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一个亮眼的符号。是的啊，本次即将出征前往中国空间站的神舟十六号任务呢，在标识设计中就融入了神兽鲲的元素。我只能说太好看了啊，而且是越来越好看了。不光好看啊，其展示出的空间站状态和神舟十六号飞船的对接位置呢，都是真实的。闪着金光的神舟十六号将对接于天。 天和核心舱的镜向端口就位后呢，空间站将形成主体三舱为骨架，神舟十五号、神舟十六号和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分别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镜向和后向端口的六舱组合体。 这是自我国空间站建站以来的第二十四个构型了，而该组合体呢，在轨质量也将超过一百吨。哎，有望远镜的各位又可以忙活起来了，看能不能在望远镜当中捕捉到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啊。其实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有本次神舟十六号飞船的升级部分了。根据我国造船的传统，这些神舟飞船呢都是按照主批来研制的。 前面在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的神舟十二号到神舟十五号呢是一个主批，而从神舟十六号开始则进入了一个新的主批。据说啊这一主批有两个升级的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元器件的国产化率会更高，从而能够实现更加全面的自主可控。第二个就是啊对飞船内部的仪表面板做了一些改进，使其显示起来更加的美观、更加的现代化，也更加的适合航天员的操作。 其实这个第二点呢，才是更加吸引我的啊！因为当我看到这一段可能的升级点之后，脑袋里面马上就浮现出了 SpaceX 载人龙飞船的模样。 难不成咱们的飞船内部也会加入更多的屏幕，并且用触屏的方式来实现更加直观的操作吗？哎，所以啊，这次发射直播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啊，说不定就能看到惊喜哦。其实对比目前国际上仅有的几艘载人飞船，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波音的 Starliner，呃，虽然它还没有成功啊，呃，还有俄罗斯的联盟号，你就能够看得出来载人飞船未来可能走向的一些发展方向了。 这其中最典型的反差呢，是龙飞船和 Starliner。虽然两者都是二十一世纪的产物，但是相比起来啊，龙飞船的操作界面看上去就要比 Starliner 科幻许多了。 前者的操作台是几块大屏幕，几乎看不到什么实体的按键，都是通过触屏来完成人机交互的。而后者的操作台嘛，虽然也有屏幕，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密密麻麻的实体按键，看起来呢非常的传统啊，就跟一架飞机的驾驶舱没啥区别，有种不明觉厉又难以靠近的感觉。哎，所以为什么两家公司会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这两种思路又有何优劣？谁又能更加符合未来的趋势呢？咱们稍微就来讨论一下。首先。 我们来看看他们选择各自技术路线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什么啊？波音采用更多按钮的逻辑可能是。 第一，基于 NASA 的要求了。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主要就是为 NASA 的商业载人计划而设计的，其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将 NASA 的宇航员安全地送往国际空间站。因此，其设计需要符合 NASA 的规定和标准了。而在 NASA 的规定当中呢，对于飞船的控制方式，哎，强调了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它要求需要有备份控制手段和备份的能源，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保障宇航员的安全。显然啊，传统的按钮式操作方式可以。 可以提供更加直观、可靠和更加安全的控制方式，会更加符合传统上 NASA 对于载人飞船控制方式的要求了。哎，第二呢是受到经验和传统的影响，波音公司那可是航空航天领域的老牌企业了，具有很多年的经验和传统。在这些传统当中呢，采用按钮式操作的飞船操控方式呢会更加的普遍。波音公司可能正是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此外啊，他们自己也拥有许多使用物理按钮控制的飞行器和飞机的经验。 这种经验呢，可能也会促使他们在 Starliner 飞船的设计当中采用按钮操作方式。第三，宇航员训练的便利性。由于按钮式操作可以提供更加直观、更加可靠的操控方式，操作者学习和训练的时间和成本呢，可能会更少。哎，在太空飞行的环境当中，宇航员的时间和精力都是非常宝贵的嘛。因此，简化训练流程和提高操作效率呢，很可能也是波音公司选择按钮式操作的考虑之一了。哎，相反啊，SpaceX 选择采用触控屏操作。 也有着自己的逻辑了。第一，面向商业市场的需求，哎，除了为 NASA 的商业载人计划设计的载人龙飞船以外呢，SpaceX 还打算开拓私人航空航天的旅游市场嘛？为了吸引更多的私人航天旅游客户，需要提供更加现代、智能、方便的用户界面和控制方式啦，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嘛。触控屏操作可以提供更加灵活、更加现代的用户界面和操控方式，符合私人航天旅游市场的需求啦。 第二呢，技术实现的优势。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价格的下降啊，触控屏技术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了，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等设备上。相比起传统的按钮式操作方式，触控屏操作可以提供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的用户交互方式。此外啊，触控屏操作呢还可以提供更加直观、更加直接的反馈，使得操作者能够更快速地了解飞船的状态和变化。这些技术实现的优势，可能也是 SpaceX 选择触控屏操作的考虑之一了。 第三，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在 SpaceX 的设计当中呢，飞船有许多的功能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触控屏操作可以更好的与这些自动化功能相结合，使得操作更加的快捷，更加的智能化了。 此外，触控屏操作还可以提供更加直观、更加方便的故障诊断和排除方式，提高飞船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所以啊，综合来看，波音公司和 SpaceX 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呢，其背后都有合理的逻辑和考虑的，都在尽力提高载人飞船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以满足不同的市场和应用的需求嘛。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哪种方式会更加顺应未来的趋势呢？哎，我觉得啊，可能是龙飞船的方式啦。因为未来的载人飞船很有可能载的就不只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航天员了嘛，因为商业航天就是要把咱们这些普通人也要送上天嘛。于是，除了安全性和可靠性，除了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它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自动化控制系统呢，可以减轻飞行成员的负担，提高任务执行效率和准确性。智能化技术呢，可以提供更加直观、更加直接的界面和交互方式，提高飞行成员的操作体验和任务执行的能力。还有啊，人机工程学和用户友好性啦，它的操作界面应该直观易用，能够提供清晰的信息反馈和操作指导。同时啊，飞船内部的布局和空间设计应该优化飞行成员的舒适性和工作效率。哎，显然啊，这些从 视觉到操作再到体感的舒适度，一定是通过减少按钮来完成的。好了，最后哎，说说你的看法吧，留言来告诉我。